今日是6月19农历5月14而会有出行交易，属猪的朋友贵人运强，运势好极了，容易遇到热心相助的贵人。人气男团 Mira 的成员 Jeremy 李俊杰就是属猪，他之前同成班队友完成巡回演唱会，走运多个城市。早前推出新歌的他得到两位乐坛贵人邱风泽和 Serenity 的加持，令他打破过去歌曲风格。Jeremy 依家贵人运强，不如找多啲唔同嘅音乐人合作，寻找更多嘅可能性啦。今日幸运星系巨蟹座，获好运气加持，专注事业发展，容易有得着啊！巨蟹女赖慧玲 Winky 早前同黎诺尔喺剧集《婚后事》入面有肉干交缠嘅戏份，从而成为网民热话。之后佢又有份为剧集延续出嚟嘅综艺节目《香港婚后事》做主持，默默做到冇停手啊！而上个月底佢喺社交网上面宣布成功考到电单车车牌 ，Winky 你咁好运，相信你好快会遇到好角色，令你嘅演艺事业有咁好嘅发展。幸运方向坐东北向西南，幸运数字28、35、46，幸运颜色红色、紫色。